然后排湾族还有阿美族的颜色。然后其实很多图腾都是由几何的构造去组成，我觉得很凸显原住民的特色。我希望我可以像雕一样无忧无虑的在森林里快乐的奔跑。可以自己改，我蛮喜欢 DIY， 可以动手做，很有趣。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组装那个电线插在面包板上面，然后还要牢记那个电路的位置。是我看到每一只的鸵鸟即将起飞，上那个灯一看，那每个同学作品一亮的那个感觉，看到那个光，是每一个同学眼睛都发光。谢谢刘校长跟洪校长给我们这两天的机会，让我们的思别的学生呢，可以来这边做这样的一个练习。对他们讲，我相信收获非常多。谢谢，真的很开心啊，在。卑南国中跟丰田国中两校的一个老师啊校长们全力的一个支持之下，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教学啊互动跟共创的过程中，能够去体会到如何把科技艺术跟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元素去融合，又可以把自己的一个梦想透过这样的一个装置可以发光发亮。作为师培的老师，我觉得这对我们师培同学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。